请问 Paul 今天有去吗？没关系，谢谢。新的壶，你一定要带的啦。内底吼有佛祖、观世音菩萨、啊个文昌君啊、啊个迄个孔子、干嘛做呢？哦，所有的法力吼全部集中在里面，保证一定会做。啊个，这是新鲜的葱哦，我是请人家吼帮忙给他采下来的啦。人家都嘛说啊，越新鲜的葱哦会越聪明。好，我来啦，自己放比较有效啊。对，怪吵架。对对对，看我好，看我好哈。啊，哥仔，这是高中的粽子。哦，我做这吼，这个把酒要拖汤去啊。这个一定要放进去啊。阿哥，这罐哦，这罐是绿豆汤。哦，要让你退火，啊，这是迄个开水，啊，最大先会使啉的，我拢甲你放咧，好，会记得要分得清楚。头家娘，你甲我看一下，这金仔哦，起码会使卖偌济钱？妈，你干嘛卖那个啊？可是我们家里已经没有钱买菜了，妈，你再忍一下啦，我马上去上班赚钱，你再忍一忍，不要卖呐。我卖这是要让你去补习啦。不买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功课怎么样，我根本不是读书的料，啊，万一我去补习又考不中，钱就浪费了嘞。所以你一定要考起呀。认真做的事，怎么会有做不到的？妈妈是要你知道，这些钱哦，是你爸结婚的时候送给我的链子，后来把它换成是阿公结婚的金戒指，现在把它换成是你的鞋盒。妈妈带你去卖这个金子，是要你记得，妈妈心甘情愿。把这一辈子最幸福的纪念品都给了你，
不是要你念大学给我瞎掰啦，不是要你上了大学赚了大钱，到时候来给我享福。妈妈希望你以后比我更幸福，不要天天像我一样做塑胶花了，做电灯泡，不用天天担心小孩子出一个礼拜的空心菜，心想说要怎么办。啊，你知不？我知道了，可是我还是怕我考不好啊。哎，免惊啦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吼，你就要更努力呀。够济啦！热时阵吼，我知影我肚安尼揢入去，你啥物啊？安尼戆心戆心啊，要考试啊，搁戆心。没有啦，你是不是还忘记什么了？哟，我可有袂记啥物物件啊？哈？圣经啦，你去年就忘记啦。对啦，差一个主耶稣差足济呢。你等下我来揢。找到了。伊内底的神明吼，毋是讲国语，就讲台语啊，哪有一个人讲英语？主耶稣就讲英语啊，这件英文哦，一定无问题啦。看好吼，准考证呢？你有查？我昨天就都收好了啦。哦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妈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浪费你的金戒指的。卖想多啦，你有用功哦，妈妈就已经很高兴了啦。不要有压力，浪费就给他浪费，反正我都有记账啊，以后通通都要还给你。啊，搁加利息嘞，知啦。好啦。哎，你们还磨蹭什么呀？啊，雨渊已经在外边等你了。哦，对，给，还是你，快快等，毛巾。妹啊，记得啊，平常心，啊，好，我知道。跟医院说，汽车消息。加油了，姐，妈再见。好，唔好紧张嘞，慢慢来下哈。加油啊！欢迎呢。哦，孙妈是在里面放了石头啊，这么重。对啊。不然我干嘛再准备另外一个背包？哦，我在里面放了一瓶水，还有你婆婆做的青草茶。嗯，准考证呢？昨天我就放了。真的不要我陪你去啊？我自己去。这一次啊，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做一件不迷糊的事。你一定可以的。我知道啊。走。是啊，爱的护身符。好漂亮。那我走了，再见。夕阳照着我的小茉莉，小茉莉。你加油。孙妈，她一美嘞，去考场啦！啊，这么早？哦，我还连夜搭夜车回来，去高雄的那个莲池潭帮她求一个护身符，想说给她加油打气一下的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我吼把这个符放在她桌子上，一样可以保佑她啦。好，那就好。五爸，真的谢谢你呢，你们大家吼帮一美这样加油打气，她这次吼要是再考不上的话，真的就太对不起你们了。
孙妈，你放心啦、啊，一美啊，她这一次一定没有问题的。就算万一她大学真的考不上、啊，三专一定会上的，你不用烦了啊。我现在哈、哦、不是还说她考不考得上啊，是，怎么了？该不会她跟几口吵架了吧？怎么会？他们两个恶心的要命，怎么可能吵架？好好好，娟娟。奶奶先到村口去叫车啊，你慢慢的走啊。哎呦，周奶奶，哎，孙奶奶去哪里啊？要去医院啊？哦，奶奶要生病住院哦。哎呀，呸，哪有一天到晚生病住院的？是倩倩生了，倩倩生了，哎呦，太好了，恭喜恭喜你！那是孙的还是孙女啊？哎呦。我都糊涂了耶！我一高兴呐、啊，听到倩倩电话说她生了，我都忘记问她生男生女。哎呀，那个听护士说啊，是男孩哦。哦，是男的，男的。哎呦，倩倩真的是好福气呢，第一胎就是男的哦，婆婆一定会很高兴的啦，恭喜恭喜啊！孙太，他们外国人呐、啊，没有这个重男轻女这一套，男的女的都好。孙太，帮我恭喜倩倩。哦，哎，啊，好，那我们先到医院去了啊，好，回头见，好，慢走嘞，慢走，哎，好，周奶奶再见呐，再见，今天小心，我要赶快准备礼物啊哈，我先进去了哈，好吧，再见，老孙呐，钱钱生了没？见面礼啦！哎呀，孙太这么客气干什么嘛？应该的啦，这是喜事呢。要啦，来，喝着，耶！谢。好，我来抱一下。哦，小心呢。哦。真的可爱，妈，真的，谢谢哦。哎呦，不要客气啦。倩，你儿子长得跟你好像哦。废话了。啊，倩倩生的当然像倩倩呐、啊！不是啦，我是说她长得一点都不像外国人呢。对呢，啊，你怎么没有像你爸爸呢？啊，人家外国人哦，那会写动的是这样子，那个头发都是金色的，眼睛都是蓝色的，哎呦，这皮肤白白的，跟那洋娃娃一样呢。哦，哎呦，孙太啊，你真是的，你都生了三个了，你还会不知道的吗？这小孩子啊，都是一个月一个模样，这个月像妈，下个月、啊。就像他爸爸啦，对，是啊，到时候这个头发给他长出来哦，一定都是金的啦。换我抱。哎呦，你会不会呀、啊？不会啦，到时候被人家抱坏。不会啦，来，帮你抱。孙妈，你就让一美这个干妈抱一抱嘛。对嘛，人家真的妈妈都说没关系了，快点。我小狗给你，给你，小心一点啊、哦，头，撑着头。哎呦，头要撑着哦，撑着，哎呦，恭喜恭喜，你好香哦，倩，我干儿子叫什么名字啊？他现在还没取名呢，要等他老子给他取，我先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儿，叫毛毛，妈妈，我是一梅阿姨啊，是干妈，叫干妈啊，一梅干妈，萝卜嘞哈，干妈，什么萝卜？
啊，他爸爸啊，萝卜啊。哎呦，孙太，他叫保罗啊。太水太水，保罗保罗，丢了丢了。孙妈，他在忙啦。加拿大那边的工厂最近在赶工，他已经忙了好几天都没睡觉。这样哦，啊，忙是好事啦，忙哦就会发财啊。好啦好啦，谢谢。哎呦，哎，桃妈来了，桃妈来了。哎，桃太来来来，请进请进。哎呀，听说我生了个男孩，我来瞧瞧娃娃来了。是啊是啊，亲亲啊，来。这桃妈的一点心意，桃太不就那么收下吧，应该的。是啦，啊，礼尚往来啊。就是。啊，现在好是互帮送礼，到时候互帮生的时候就还你回给他就好了啊。哎呦，来来来来，瞧瞧这孩子长得真好啊！来来来，让我抱抱。哎呦，哎呦，谁可真可爱呀！天哪，看看。哎呦，瞧这孩子长得多好啊！真难得男孩子长那么秀气的，额头又高，鼻梁又挺，哎呦，真可爱哟，真是可爱哟！嘟，哟，你们瞧啊，睡着了还会乐呢，你瞧瞧看，冲我笑呢，你看。真的哎，我刚刚抱他都不理我呢，陶太太看到你他就笑了呢。是啊，真的。哎呦，你瞧又笑了。哎呀，桃太，来，眼睛让我抱吧，他该喝奶了。张奶奶把奶瓶给我，我来帮您抱。来来，我来。哎呀，哪能这样呢？您是客人呢，怎么能让客人带孩子呢？来，给我吧，给我吧。好，那您慢点啊。哎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哎呦，小心小心的呀，哎呦。娟，泡牛奶了。啊，顺便到院子去啊。把那个干的尿片收起来，那我去帮娟啊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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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她睡得香着嘞，真可爱呀！坐坐坐坐，刚刚就睡着了。你瞧瞧这孩子呀。羡慕倩哦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你不羡慕他吗？你看他现在什么都有嘞，哦，一定幸福又快乐。那是你不知道他的苦。他生产的那天半夜，是自己一个人去医院的。啊？啊，保罗嘞？谁知道啊？听护士说。倩倩是一个人走进医院的，自己挂号，自己爬上病床，在床上阵痛6个小时，都是自己一个人，没有人陪她，连电话都是护士帮她打回来的。